大家好，这里是暮云，欢迎收看由墨和暮云带来的双视角玩红石时间。哎，嗨，大家好，我是庄主。嘿，哎哎哎，录不动的庄主，录不动，录不动。下来吧。好的。今天我们主要是给这个暮云，也是给观众朋友们讲讲脉冲。其实这个脉冲这个词语，暮云如果理解起来是怎么理解？不知道看过这个词典没有？看过词典没有？脉冲啊，就是我理解的，就是可能会像脉搏一样，会有一个周期性的一个东西吧。那个在那个啥，在百度百科有个官方的那个词条，它是这样解释的，就是讲一个状态嘛啊。比如说这条线它是亮着的状态，它从一个状态变到另外一个状态，然后再恢复回来，那个时间呢叫一个脉冲。哦，就是像这样啊，对吧？嗯，啊，这个它的脉冲还要分正负脉冲。咦，正对有正负，对，现在你看那个叫做负脉冲吧，这个才叫正脉冲。这条线它是处于熄灭状态，当它亮起 1.5 秒之后再熄灭啊，它就是一个脉冲。脉冲的理解就是这个东西本来是平静的啊，如常的，但是它突然打破了平静，然后出现了另外一种状态，然后再恢复成原来的状态，这就是一个脉冲吧。乱入系列啊，它本来是平静的安详的，然后就乱入了啊，一个脉冲就乱入进来了。这样挺生动的，我反正能听懂。这个是正脉冲啊，就是说这条线呢它是属于这个，然后拿个灯来好像更好解释一点。这个红石灯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红石灯是不能响应 0.5 1.2T 的负脉冲的，待会儿我做一个实验给大家看吧。你先看这个正脉冲，它就是让灯亮起 1.5 秒再熄灭啊。它的正常状态是一直是熄灭状态啊。这个灯呢它是一直是亮起状态，那么它反过来它是负脉冲，它就是让它熄灭 1.5 秒再恢复到这个正常的这个亮这个灯的状态啊。就恢复回来嘛。他们两人的常态是一个是熄灭，一个是这个亮起。嗯，对对对。那么庄主这里来给他做一个，哎，木云图，别敲了呀！这我干啥事？放回去吧。哦、又放回去。哎，这，来，我们来说刚才那个实验吧，就是说这个灯啊，它是不会对负脉冲产生反应的啊。其实这两只火把是可以控制，都可以控制那个灯啊。那么我们这边用一个活塞来跟它做个对比吧。好的。好的，我发两个按钮给暮云，来，暮云把这个两，哎，我发按钮，等一下啊。好的。一二，好的，你把它这两个按钮装在这个这里，这个方块和这个方块这里。装在上面吗？对。好。好，你按活塞那个按钮先按。等会儿，这里没有按照我说的去运行，这里少放了一个火把，装置少放了一个火把啊。是，刚才你放了，但是活塞把它推开了，对，应该往前。对，我放错了，对，往前推。好，好，现在我再按一下吧，木鱼。我要按了。好，这个活塞，这个叫负脉冲吧，就是两个火把转换之间，它有一个熄灭的一点时间。这活塞的常态是生出嘛？一按开关它就啪啪缩一下是吧，而且这个叫做遗体，这个东西庄主拿来做过自动农田。然后这边这个灯啊，它如果也是这样一个负脉冲，它是没有反应的啊啊，它这灯它不会灭吧，是真的耶，它不会。对，这个实验就代表了这个灯啊，它是不会对那个0.2T 的或者是 1T 的这个负脉冲做出反应的，它会一直保持常亮。但是有些机械的这种特性吧，看出来对吧？对。然后，然后一般来说啊，我们讲
麦块里不是讲 T 克是单位吗？对的。就是像这样啊，就是一个 T 克。待会儿我庄主讲一些脉冲这个产生器吧，啊，脉冲发射器。好的。嗯，这个中继器默认的话，一档是一 T 克的这个延时吧，就是它是时间单位啊。嗯。就是上次庄主说过的十分之一秒嘛。嗯，对的。这样子呢？应该是0.2秒吧，就是十分之二，两 tick 是吧？嗯，我们用 tick 吧，现在我们不用秒了啊。对，两 tick 这是三 tick。好，一般脉冲的话，如果是低于十 tick， 就低于秒钟，我们才叫它打下乌云。哎呦！好，我也是生存了。哎，别拿剑出来，我是生存。好吧，你还是创造吧。比较方便生存，好吧、哦、没事，我会随时切的。嗯，那个低于一秒钟我们才叫它 T 克，而长于一秒钟我们就不叫它那个，就一般来说玩游戏的就不叫它那个 T 克了，就叫做 1.5 秒的这个信号是吧，是那个、哦、时长的信号。嗯，一般只有低于一秒我们才去叫那个 T 克。tick 一般这些 tick 都是脉冲的这个长度吧，就是说这个脉冲它持续多长。嗯，明白。好，那么好，我们来拿两个石头来讲吧。我们以前第一集都讲过啊，石头和木头按钮它两个发出的是这个 一个是实体。用 tick 来换算，木云觉得该怎么说，木云来说吧。啊，又轮到木云讲解了。木云讲解就是一团糟啊。讲吧。这个石头按钮是发出多少 T 克呢？石头按钮是不记得，但是我只记得它比木头快。就十 T， 就是一秒。十 T。对，这个。大家记住啊，这个中继器庄主现在干一件事情，是测量他们究竟这个脉冲是多长。好的。嗯，等一下，待会儿要叫暮云配合下庄。这里多少个中继器了？暮云数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再来一遍。三吗？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哎，这十五了。嗯，哇，我在想个事。好的，我们等木问摆好了之后再说，再告诉大家是在做什么。嗯这个好像看不出我在做个所以然。我可能看不出，可能会有观众看得出咯。嗯，这个要提醒大家的是，这里庄主这里是拿来测量这个脉冲嘛，测量这个脉冲的时候你们千万不要那个不要打挡。为什么呢？因为你打了 tick 的话，这个中继器打了 tick， 它会把你的脉冲加长。比如说你的脉冲本身呢，它只有放在这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本身只有这个一 T 啊，由于你中继器打成了四 T， 它就会把你的脉冲变成四 T 的。哦，不要打，它有把就用原始，它对吧？对，它有个功能，就是把低于自己的 T 克转换为它自己本身的 T 克。哦。那就会改变了，就测量不出来了嘛。所以说我们这里用默认的，默认的。这里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脉冲的一个循环，这里就是为了拿来测试这两个脉冲的。然后比如说我们按下这石头按钮，好，我们看到一条长长的这个脉冲，然后在这里面循环，对吧？对。然后庄主现在干件事情是把它们锁住。哦，锁住。好，我们锁住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去数数看它究竟是多少 tick 了。来，暮云来吗？我已经把它锁住了。
哦，这锁住的时间点，那个是需要控制的吗？不用，只要你这个你这个大的这个循环的话是大于这个，我想说啥？大于你本来那个脉冲，就是那我，这里不是应该有30个这个中继器在循环吗？而对。这两个一个只有 10T，一个只有 1.5T，所以说这个大的这个循环，它是不会超出这个按钮和这个木质石头按钮这两个按钮的那个信号的。那我来数一下，应该是这个开始，这个也是有的，对吧？对，在亮的都是有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诶，对有吧？十，是 10T。对的。好，我们把这个10T 清掉。好，好了。全部释放完毕。然后暮云来按下木头按钮吧。好，暮云了，神的，等一下，哦，好像不对，好像出问题了。对，这条线也被点了。好，暮云再按吧。这个后面的这里刚才打掉了这里啊，这里也是也对。出现那个了。好，我们重新来一遍。好的。好，这一条长长的脉冲已经被储存在我们这个循环里面了。现在暮云只要把这个拉杆拉下，就可以把它锁在里面了。喂，好。好，被锁住了。那诶，我们来看看它究竟是多少 T 克。锁住的位置差不多。我来数吧。对，一，数吧。你还是从这一个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耶。对，这正好论证了我们的 1.5T 这个说法，对吧？对的。好，把这个红实线再次打掉啊，把这个放掉这个脉冲。好，这个就是一种比较简单的测量我们的脉冲的，这个机器吧啊，就是其实这个脉冲的长短在有些机器里是，就是你必须有些时候你是必须设计一个，输出一个指定的那个脉冲的一个机器是吧？对有的。些时候有些机器它需要我们去输出一个特定的一个脉冲长度，这里这第一种是。这个机器是能输出 4T，那我们来实验一下，脉冲发生器嘛。哦，好，我也可以去把它锁住，看它是不是 4T。好，来，这边来。我来了，我来了。嘿，好，来数一下啊，好简单，一二三四，果然是。这里讲一下这个为什么是 4T 啊？这里我们来，像刚才庄主说过了啊，这个玩意它会把这个信号提升为给它那个本身就是这个啥，就是它这个档位是多少，它就变成多少 T 克的脉冲吧。比如说我们打2T，它就会可能是2T 脉冲了。对的，因为它会比小于自己的这个，是吧？这可以对。看看都可以看出来，只有2T。关掉。跑得非常快，我已经把它那个放掉了。好的。它就像一条小虫子一样在里面爬呀爬。对，一条很短的小虫子，怎么让我想起了贪其吃实，蛇？这个脉冲，暮云觉得是，怎么那个，怎么形成的？好像这个问题有点奇葩啊，好像我是。怎么形成的？就是那我，可能你解释起来有点困难，庄主来吧，庄对，主来吧。其实本身这里就是这个中继器接这个接的它是从这个冲动方块这里接出来的是吧？就是这个方块，这活塞上面顶着这个方块。对，其实那个方块是非常短的一个脉冲的，你看这个活塞都不会有响应。其实这里是一个0T 的，我们放其他的那个。对，这个音符盒应该会有反应，音符对吧？盒和门应该会有反应哦。门的话对，应活该塞可没。以听见声音，活塞的话估计不行。为什么它有这么快的脉冲呢？它由于是这个活塞是接收到这个按钮，给这个方块充能的一瞬间，
他就把这个这上面粘附的这个方块变成了36号方块。但是他播放动画啊，就是他你能看到他动是在这个 0.5T 之后。哦，就是说你还没看到它动，其实它已经变成36号方块了，就那么一瞬间。哦，这，对，太牛了。然后它就太快了是吧，对，就是一瞬间的事。但是好，就是但是它有好似被充能了，对吧。嗯，这点状红石也是瞬间给它充能的。嗯，所以说它就是个非常低的一个脉冲。嗯，可以几乎，所以有些人几乎叫它灵气吧。哦，但是这个灵气，那就是为什么这个灵气就是我们在需要用到就是这么低的那个的时候就会发挥作用是吧？有的，有些活塞门，快速活塞门就是用了那个灵气脉冲，还有未来要做的树场啊，那些都是为了达到高速啊，非常快的速度，就是需要运用到灵气的。哦，好的，那观众朋友有需求的一定要记住咯。好吧，我们现在讲第二种脉冲发生器啊。嗯，这种脉冲发生器庄主现在也不知道它多少 T， 待会儿我们可以来测一下，用这个投掷器对这个漏斗瞬间的把这个物品投上去，然后这漏斗又把它漏回来啊。当然也可以做成这种形状。不是，我现在有点卡。哦，你有一点点卡吗？不是声音卡，是那个我的那个游戏卡，不知道我是不是我硬盘刚刚清理过呀。要不要暂停一下？没事，不用。哦，好的。这个和这个是一样的吧，都是这个投掷器把物品投到了那个前面的漏斗，然后它也漏回来了。哦，就是说它只是形状不一样而已，有的在上面，有的在旁边，对吧？对。嗯。嗯，这里我们按下，然后它就会发生一个脉冲了。看看这脉冲。不，也不是很。木鱼就把锁住吧。好。好像也不是很长的样子，来，锁上，有四个，一，这个是四 T， 对的。其实，这个也是个四 T 的，对吧？哎，你要把这个松开，它才能放出来呀。啊，哦，好的，好的啊。我们来最后讲一个，不是脉冲发生器，我来讲一讲这个的意义，简单讲一个意义吧，就讲一下下，然后我们讲讲我们那旁边的两个小玩具啊。嗯，我们呢其实也只是做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因为的话，你观众朋友也可以自己就是，用自己的这个智慧啊，可以研究很多东西。嘿，其实这个递归啊，我们要知道它那个周期。最低是，我脑真的有点卡呀。这，那我们暂停一下。等我暂停一下啊。好。好的，我们又回来了啊。那么庄主现在已经把这两个做了两个东西，一个是四 T 脉冲，一个是六 T 脉冲发生器。这个六 T 我要讲一下。嗯。这里是这样的。这个中继器会让这个信号持续四 T 克，就是先让这个线亮四 T 克。亮了四 T 克之后，这里刚才我是用的五 T 克吗？啊，就五 T 克吧。那么这里是这个四 T 克之后，它会对这个中继器啊，就是说这第一个中继器四 T 克消失之后，这个中继器还会让它多维持一 T 克，就变成五 T 克了。T 克，对的。对，这两个中继器，它上面强充的那个方块都会激活下面这个红实线。而这个红石线是没有被切断线的，因为这里是用的半砖嘛。嗯，好。好的吧，那么我们这里有个二递归来作为实验。这个二递归呢，其实它的周期要完成的话，它是需要六 T 克的啊。常规是需要六 T 克，当然有更加高级的，是可以用更短的 T 克来激活，这里不讲。嗯。那我们来。大家看，如果庄主给它输入一个四 T 克，它就糟糕了，就成这样了，对吧？对的，方块就不收回去了。后面有我刚才调了白。嘿，杀怪时间。对了，暮云，这里突然考你个问题，你知道为什么天黑了吗？刚才？咦，这不知道啊。不是，刚才不是天黑了哟。刚才是怎样啊？
刚才是这样的，刚才是由于天下雨了，然后亮度下降了。哦，好吧。但是你没看到雨的原因，没看到雨的原因是这里是沙漠。哦，这样子的。哇。对啊，有些群星是没有雨的，比如说沙漠和热带雨林都是没有雨的。好吧，我有沙漠绝缘体的称号，嗯，我很少能找到沙漠，所以我对沙漠不是很熟悉啊。嘿嘿。我最近生存在找雨林。来，我们接着讲这个递归吧。啊，这个递归在4T， 它不能把这个方块收回去。那么这边暮云去按那个武器脉冲发生器，这个方块就能。暮云先按吧，待会儿我来按，你来看吧。好的，给观众看吧。好的啊，这个就非常快的完成了我们这个递归。来，暮云来看一下。这就是说我们在不同的机械的时候是有必要需要特定的脉冲的。哟，嗯，原来是这个意思。好的，庄主这里还要做一个事情，这里应该四 T 也能完成，我来试一下。好的，哦，看到了吧？耶，果然是。来，我自己也来一次。嘿，好，完成了。这是为什么呢？由于刚才它启动是延迟了2T 的这里。这次第一次启动是延迟了，没有延迟就直接用这个激活了，更快2T。哦，那我们有的时候也可以用这一种来让这个场地啊什么的稍微小一点，是吧？嗯，它就反正这个是以后根据需要来的调整的吧。我不知道要不要教暮云树场，以后树场啊可以有啊。好吧，我相信也会有感兴趣的观众朋友的。嗯嗯，反正你们不学 我学嘛，对吧？好吧，我们来讲讲这上一次这个造成 BUD 的，这次它不 BUD 了，它是鬼畜啊。对呀，完完全全的都发出来，每一次都是。嗯，我们本来庄主还想讲一下，那个 BUD 也讲一下吧。啊，虽然现在它没有出现那个怪里怪象啊，由于是上次由于出现 BUD 的是这个强充能方块，是就是这个按钮附着这个方块，对吧？对，它是优先于这个红石线激活这个投掷器。这段话不一定理解了没？看观众能理解没有？我反正是理解啦，就是说这个方块，然后它是优先激活了这个投掷器，对吧？不对，啊，这不对啊！好吧，再来一遍。是这样的，我这个附着的这个按钮，它是这样的，就是这个附着方块，附着按钮这个方块啊，嗯，这个我换个颜色吧，不然不好说。好的，啊，这个青色羊毛，嗯，好的。那么这个青色羊毛，它是在这个按钮按下去瞬间就已经变成了强充能，它并且对这个斜着的这个投掷器，就是这个投掷器产生了 BUD， 那么它是处于充能状态。其实那么后它没有更新的话，它是不会发射东西的。嗯，对的。嗯，然后它如果这里再讲一个概念，如果一个投掷器它本身是处于这个已经是充能了，你不管怎么再给它充能，它就没反应了，对吧？对的。我说这个青色这个羊毛，它本身是对这个投掷器，是强充能的，所以说这个红石线它后过来啊，它就没有理睬它。哦，明白。就是这么一瞬间的事，嗯，就是这么一瞬，它又没有发了。我知道为什么有门它不会了，因为可能门对它有更新吧。对，我也这么想了，我也想到了。但是我们上几次有门的时候，他也出过问题啊，真搞不懂。这可能也是会太快了，或者怎样。啊，不管了啊，我们来讲别的。嗯，好的，来吧。这个是庄主发明的，先看看这个吧。这个是一个可复位的一个投掷器 BUD， 也能看一下线路啊。一个投掷器开口对着上面的漏斗，这里是一个比较器，然后这个充能方块上面也有点状红石，下面也有点状红石，下面这个点状红石对
比较器下面那个石头进行充能，然后这个充能铁、这个动力铁轨实时的对这个投掷器进行更新。嗯，然后这个点状红石激活这个红石灯，这个红石灯本身是一个弱充能方块，它斜着的对这个投掷器，现在这个投掷器其实它已经充能了啊，它斜着充能了，但是它没有做出反应，还是处于一个 BUD 状态，所以说你就要给它更新一下。来更新一下。哦，它就亮了。来吧。嗯，好。嗯，我看到了，没关系的，我刚才看到了。好，嗯，你继续说吧。它一更新，它就投掷到上面的漏斗。那么这个比较器就会失去能量，这个充能方块也会失去它的作用，那么这个铁轨也对它更新了，然后这个物品再回归回来吧。嗯，这边这个 是一样的道理，只是呢检测的不是投掷器，而是这个漏斗。嗯哼，庄主快速的讲一下啊。嗯，快速的讲一下，就是这个火把本身激活这上面这条红石线，这一排红石灯，这个隔着一个空气啊，对这个投掷器产生 BUD 状态，然后当这个投掷器没有把物品投到这个漏斗里面，当它一更新，它会把那个物品投到漏斗里面，漏斗检测这个比较器检测这个漏斗，这个比较器就把这个火把熄灭，然后这个投掷器就没有 BUD 状态了啊，并且这下面的这个铁轨实时的产生更新。嗯，好，刚才解说完了。好的，特别快的过了一遍啊，没有看懂的就把这一遍回放100遍。嗯，好的。特别不至于。好吧，这个是这边我想讲一下，这个是我们在贴吧红石贴吧玩的时候，那个泰二啊，他叫泰二天才，他是个重庆人哦，跟庄主还靠得比较近，然后他做了这个东西。嗯，他这个东西呢是个单片可堆叠的一个南瓜机，但是这个南瓜机暮云也看到了啊，它是有个缺陷的，它就是会多打几次。对的，打一次就好了嘛，为什么南瓜要被你们打这么几次？你们跟南瓜有仇吗？打成南瓜酱了，打成南瓜酱了。嗯，他发明那个版本我不知道啊，但是我和暮云现在录实况的是 1.8.1、1.8。对的。这个也是投掷器吧啊，庄主也快速的过一下啊，过完了我们今天节目就要结束了啊。嗯，好的。大家这个耳朵可以竖起来了啊。对的。好的，这个红石块对这个投掷器现在是产生这个形成 BUD 状态，这个投掷器里有物品，这个比较器有输出，并且把这个火把熄灭掉，这里有两个中继器啊，这两个中继器会对这个活塞进行充能啊，当这旁边有南瓜的时候，投掷器会把物品投到上面这个漏斗，那么这个比较器就会失去能量啊，失去能量了，这个火把啊这个会亮起，然后经过两个中继器把这个红石块推下来，那么这里其实用了4即可啊，这个红石块才消失能量的。但是这个投掷器会投到这上面，然后它恢复回来其实是很快的，可能在2T它就已经回来了。但是呢，这个红石块啊，它怎么说呢？它有点晚了，对吧？所以说它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次？就是由于它这个投掷器它是投了2次。嗯。是这么一个原因，好，没听懂的又再去啊看100遍。嗯，啊，庄主这里讲一下，庄主这里有个简化的方案，也不叫简化吧，反正我跟暮云比较，反正毕竟这是庄主自己做的，肯定庄主更喜欢这个，然后暮云觉得这个只打一次也比较好，对吧？对的，不要打成南瓜酱啊。但是这个有 bug， 但是在实际应用当中是不会出现这个 bug 的，因为这里只会形成南瓜，是吧？对呀，但是如果你给它放个那个打不动的东西，它就会坏掉。哦，下次再用，它就不能打了。哦，那千万不要适用于其他不能这个，这个打的这个石这个方块哦。但是一般来说的话，不会蛋痛的，就放一个石头在那里的，它只会有南瓜在那里形成，对吧？对呀，这个要修复它，必须要把这个投掷器拆掉。然后重新做吧。现在，或者，现在已经不行了吗？讲一下，可以了，可以了，嗯，已经被庄主修好了，嗯，好，庄主讲一下，这里面必须要用键啊，必须要用键，就是或者用一堆叠的，暮云说一堆叠的有哪些东西吧。什么叫一堆叠的？喂，这个概念都不懂耶。
这个东西是64堆叠的。哦，就是你一组是64个嘛，64堆叠。一堆叠的和16堆叠的有哪些啊？一堆叠的有装备吧，就是像我们的盔甲之类的，对，工具呀、啊、还有就是武器，嗯，然后的话指南针啊，书啊，书，哦，对对对，书，哎，书不可以吗？我没注意过耶。书是不能堆叠，那个不是附魔书，我没说对。哦，对对对，附魔书的话是只有一堆叠的，然后的话16堆叠的话有雪球，还有鸡蛋等等。可能没说完，我遇到的就这两种。你说的16的吗？还是多少的？16的，有雪球，有什么，还有鸡蛋，嗯，还珍珠。哦，这小黑眼吗？对。哦，这里讲个，我这里有个非常特殊的，可能99%的人都不知道的一个东西。咦，又有新东西哟、哦！耳朵竖起来没有？等庄主坐一下吧，待会儿会火星胖。这里大家看，这里是个一堆叠的物品，但是它只会输出一格，这个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的。这是一个打开的地图。哦，对的。但是如果我放两个呢，它就会输出两格吗？嗯，也不会，也没有，对吧？对，也没有，很神奇是吧？对，其实按照理论来说的话，一堆叠的话是应该输出三格的。我们来给来放一把剑嘛，啊，剑它就有那个，就真的这个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啊，这个是个小，这是个挺有意思的小秘密，嗯，小秘密，我都庄主说了啊，有99%的人都不知道的，我们小秘密都是放在后面的哟，嗯。好，这个就讲到这里吧。然后这里我来继续讲我们这个庄主这个南瓜机，这个是庄主稍微改造过后的南瓜机。嗯，这个活塞是以 BUD 状态啊，上集我们讲过了啊。嗯，是上上集还是上集？上上集。嗯，对，这个方块上面有线啊，它是弱充能方块啊。嗯，那么对这个活塞是斜着充能的，但是需要一个更新的一个动力源，就是这个铁轨。这个铁轨是不能摆成一长条的，必须那个这样，就像庄主这样排啊，这样的话它激活第一个铁轨，而它只会以单个铁轨那样来亮嘛，啊，不会亮，不会不会一排的亮起，对对，就是这个意思。嗯嗯，好的。那么这个里面是一堆叠的，诶，刚才木鱼说过工具是吧，其实还有那个碗啊，那些也是一堆叠的啊。对对，碗呀船呀都是一堆叠。嗯，最好我觉得生存，如果是生存，你会选择用什么？嗯，生存啊，嗯，就那啊，可能用个木镐什么的吧，木锄。对对对，比较好，对，这些比较好。其实还有可以命名的东西，嗯，但是那个有点奢侈，要用经验。对呀。好，我们继续讲吧。这是一堆叠的，它会在漏斗里，我们简称的是漏斗是吧，一堆叠是简漏斗，它是发出三格，它那么它只会对低，对它这个比较器最近这个活塞啊产生那个激活嘛，啊，才会激活，只会激活一个而不会激活两个吧，这就达到了一个单片的一个效果。嗯，就是说每个南瓜呀它是单独处理的。对的，就是说啊，这两个地方呢，就是这边有南瓜就收这边啊，这边有南瓜就收这边，嗯，而不会，有些南瓜那个 BUD 它是一排这样啪打下来的。对的，那么或者我们下集就做个一排的吧，其实一排的也有实用价值，这个单片的麻烦处它是在于太大。哦，一排的话呢是体积会比较小，但是需要手动，对吧？不然，嗯，其实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有很多红石爱好者千方百计的想去做成单片的，由于是这样的啊，由于在如果你是一排打的话，它那个活塞不是伸出来的时候，正好那个南瓜如果是要长出来的话，它会影响到这个南瓜的生成的，好像。哦，这样。如果是单片的话，效果就会更高。嗯，那倒是的，因为你一排的话，就是
要么你就要等南瓜全部长好，这样去打比较划算，对吧？要么你就是如果其他地方没有长好，你就打了，这个就影响它啦，对吧？对，嗯，好的。好，我觉得我们今天讲的差不多了，我们回顾一下吧，还是简单。好的，哎，啊，还是庄主来总结吧。嗯，今天我们主要讲了脉冲啊，然后顺便讲了像南瓜机，还有投机器 BUD。讲的有点多啊，其实主要我们想讲的本来是脉冲，然后并且讲了一些脉冲的测量方法。脉冲有正负脉冲这个区分啊，正负脉冲大家记住有正负脉冲的区分，然后这个脉冲有脉冲的长度啊，在有些机械啊我们需要特定的脉冲长度，这个我就你要制造一些特定的长度的话需要特殊的手段啊。那么一般在脉冲的这个单位是 tick 啊，但是大于10 tick 的我们一般都不叫它脉冲啊，一般就叫它一点几秒几秒的什么信号来着，是吧？一般只有 0.5 t 啊 1 t 啊 2 t 3 t 4 t 5 t 这样的啊，大概就这些吧啊，我们就讲到这里吧，讲的太多大家可能消化不了，是吧？嗯，我也吃不消。对的，比如说暮云。嗯，好，那我们这一期的这个玩红石时间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一期再见喽，拜拜，拜拜。